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，我是燕婷。哇，这很令人兴奋啊，算是梦想达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出发现场，走吧。大会报告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，记得按下订阅哦。哦对，还有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啦。他值得我帮他录一个限动。天之娇女，耶、yeah ！那你现在亲眼看到我感觉怎么样？我真的蛮帅的。好，那不凡当导游好了。你很紧张吗？一点点。第一次录 YouTube 的影片，你可以好好介绍你的 IG 跟 FB。IG 在这边。那我想说的是，他染黑色头发的时候比较好看。黑发比较好看吗？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。OK。比之前好看，之前有点毛躁。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像是《九尾狐社》里面的金凡。这倒是还好。我们这聊天聊得好好的吗？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跟他讲戏真做。他本人真的蛮帅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很帅，而且他真的超级年轻。你是不是也蛮帅？我26了。可以啦，还好。一二三，来，反正拍戏嘛。来，一个，好，所有室内景都累，很美。那你的心意，我心意。咱若后面人来就好呢。这物件哦，我叫人去买，你无错，家己专程去传。你速度很快，他们台语超练的呢。而且我有看到你的脸书有写一篇长文，关于演戏这件事情，不代表说我演了什么就代表事情是这样说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你的 EQ 好高。我觉得等一下我对那个台语剧完蛋，真的会直接用英文，直接把它换成英文。哈，你没办法。我是大骗子，无唔对。我是大骗子，没唔对。不过我唯一的目标。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骗到你的心，就是骗到你的心。我是谢谢注意，我是打骗子没有丢，我是打骗子没有丢。不过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骗到你的心。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OK。好哇。好哇。完满。完完满满满满完满。对。好哇，完满你的灵，你的灵。灵心。LENCEN， 我的将将将 GUON 将幸福幸幸幸幸福，我的小刺猬，和我弯弯你的人生，我的将这个世界所有的幸福拢给你，嫁给我吧。对，我总算。我终算，我终算，我终算，我终算等到等，我终身等到一天，一天，一天，一天。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骗到你的心，目标。不过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骗到你的心，会让我弯弯你的人生。好啊，弯弯你的人生。你答应我，我终身等到这天啊！然后啊，我还有一个仪式还没完成，我就讲中文。我是打骗子，摸唔到。不过我的目标就是骗到你的心。我的小刺猬，让我弯弯你的人生。我会让所有一切上好的幸福拢给你，嫁给我吧。你无骗我。不过你提我，我嘛甘愿。吃手。你答应我，我终身当着这天啊。等下，不过求婚仪式还没完成。啊对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。觉得很好啊。真的吗？
觉得以第一次来拍档来说非常的好，真的啊，明明就不是这样。谢谢了。但他讲得很理所当然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他的台语很烂，但是他讲到一个自信到我都觉得哎，来一起外母语啊。嘴巴空气突然安静。哇，你哪里来的自信？我当懂人哦，懂人。你这是哪个国家的人？我非常的赞成，他来演一个留学归国的子女。台湾的民众要非常支持台剧，台剧有一个很大的魅力是会让我们就是观众都深入其境。首先是你们也真的很会演，真的演员不容易，而且我以为是很久以前就拿到脚本，然后就是把它背下来，结果今天才知道是说原来你们脚本是在前一天或者是当天拿到。好的，那边谢谢静智还有炳彦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